好，接下来上场的是中国选手王诗玥和刘星宇，同样也是两名只有19岁的运动员，也是第一次参加四大洲的比赛。在经过了短舞蹈之后呢，他们的成绩是排在了3队中国选手当中的最领先的位置，暂列第七。本赛季的自由舞音乐来自于《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年轻的中国冰舞选手王诗玥和刘星宇，那么四大洲赛是很多年轻选手从国内赛场走向国际赛场的一个必经之路，这对选手也不例外，因为呢，
他们在国内的比赛当中呢，在前几个赛季都排的相对来说呢是排在一个第五位的位置。在上个赛季呢，两位选手呢划成了全国锦标赛的冰舞的亚军，那么因此呢也拿到了四大洲国际滑联成年组的锦标赛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机会。那么这对选手呢，在前不久结束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呢，是获得了冰舞的第13名。他们刚才选择的自由舞的音乐是来自于《大提琴之歌》。我们可以看到这对选手呢，他们现在画面左上角的这个实时自由舞技术分呢，已经达到了40.03，也就是说超过了在他们之前上场的五队的选手。在今天的自由舞比赛当中上场的运动员呢，他们是出场序按照短舞蹈的名次倒序上场，成绩越好的选手呢，在今天的自由舞当中将越靠后出场。但是并不是完全的倒序，而是按照成绩先倒序分组。每组当中的出场顺序在抽签来决定，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组当中有两队选手王诗月、刘星宇的他的出场顺序要在张依依和吴楠之前。他们都是分到了第二组，但第二组的具体的出场顺序呢在抽签来决定。刚才的这套动作应该说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也就是说在这八个规定难度当中，他们的完成分应该都可以拿到奖励，而不是被扣分。但是呢，在步伐上还需要再更加的以后再提高一些，因为现在来看呢，步伐定级不算太高。国际滑联会把每一套就是在冰舞的比赛当中定级的标准，每年呢都会很明确的列出来，满足的条件越多，选手的定级就越高，最高级为四级。先来看一下这套动作的技术分。长曲得分为68.85分，技术分35.94，结果内容分32.91，68.85。66分，现在暂列第一位。The total competition score is 115.66 points, and they're currently in first place.